人类是被时间禁锢的生物。刘仲敬，超验世界之于我们，只有一个投影，就像是三维的东西落在二维平面上，只有一个投影一样，你只能看到投影，却看不到实体。就像一个球落在平面上，你只看见一个圆，其实它是一个球，但是你只在平面上活动的话，你只能够摸到圆，却看不到球。如果有一个四维的相当于球体的东西，你也可以想象。 球本身就是一个四维球在三维空间的一个投影，这个数学模型是可以计算出来的。像弦理论、超弦理论那些，它就是假定空间有十维或者十一维，但是其他的维度没有展开，也可以假定它是一种高维度的投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神迹也就可以解释了。从低维度看来不可解释的东西，在高维度看来是很自然的。比如说，在这个圆上面。 我可以一下子从园外跳到园内。从二维的角度讲，园是一个封闭的东西，你不可能越过这个封闭边界。但是如果你从二维上跳出来，从三维上进去，那你可以从园内跳到园外，跳来跳去，没有什么阻碍。可能在二维生物看来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，在三维生物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二维生物进入不了三维的世界。像人类就是一种被时间禁锢的生物。 所以它像二维的生物跳不出平面一样，它跳不出时间。很可能在更高维度的角度来看，时间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，它可以跳来跳去。那样的话，不仅死亡是自然的，复活也可以说是自然的。现在圣经上说的复活，认为是神迹。但是你假定神是高维的存在的话，对他来说，复活那就像是我们从一个园内跳到园外一样，根本不会遇到困难。 只是你的维度比较低，你就认为时间是不可逆的。你也可以假定人是犯了罪才被禁锢到时间的监狱里面。也许天堂、伊甸园什么的，就是人类的远古记忆。在人类没有犯罪以前，他本来是不受禁锢的，是可以自由自在。就是因为犯了罪，才被囚禁在时间的监狱中。在监狱里面待久了，就觉得监狱里面是整个世界了。但是远古记忆还隐隐约约地通过神话留下来。 你也可以想象，为什么时间和空间这样不同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空间是可以前进，也可以后退，可以向左，也可以向右，可以向上，也可以向下。为什么只有时间是不可逆呢？你可以假定说，时间的不可逆性就是一个禁咒的产物。本来生命也是可以在时间中向前、向后自由活动，因为犯了罪，必须限制你的活动，就像是杀了人要上脚镣，免得他继续杀人那个样子。 所以，从此以后，你在时间中就不能自由移动了。这是防止你运用你自己的特殊智慧来犯罪的一种限制手段。等你服刑期满以后，你才能够恢复自由。问：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呢？刘仲敬：这个犯罪不能够理解成一般性的犯罪、犯刑法这种犯罪或者道德意义上的犯罪，而要考虑到一种原初意义上的罪本身。 人应该是运用了自己的智慧，像是洪泰卫物走妖魔那样，打破了某些不能打破的东西，导致了时空规律的某种塌陷，然后才把自己锁闭住的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通过教育和文化形成的，而是人本身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原初记忆，所以才会在各个民族、各个不同来源的文化当中都隐隐约约留下点痕迹，而这些痕迹有点共通之性。 就像所有的语言中间都有“妈妈”这个词，别的词全都不一样，但是喊“妈妈”这个词全都是一样的，就这一点共通。而所有个民族、各种宗教的最初传说，隐隐约约都有这个犯罪与禁制的种子在那里面，这就是相当于是“妈妈”这个词有共同基因，不大可能是通过文化传播得来的。如果是文化传播得来的，那就应该是大家都不一样。如果都一样的话， 那你就可以合理解释成为是一种原初记忆。问：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人类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呢？刘仲敬：因为理性是一种解构的力量，人犯下的原罪可能就是解构之罪。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解构和不能分析的，像庄子所谓的混沌一样，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混沌死。 一有理性，一旦解构以后，原始的和谐和整体的认识就垮台了，变成支离破碎的细节上的东西了。这个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罪，但就是因为这一点，人就自我放逐了。就是因为有了解构的能力，就把自己给放逐了。放逐的结果就是离开了伊甸园。问：如果人类朝原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，比如人工智能、核武器这种，会不会彻底毁灭？刘仲敬。 我想是有可能，因为这可能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东西。原罪一旦犯下了的话，就相当于是原始的混沌整体一下子破了，然后就像是引发一场大地震，把孙行者压在五行山下一样。本来他是自由的，因为一旦凿破了天真，或者叫蒙昧，然后天地破碎，宇宙坍塌，就把你禁锢下来了，就像是时空结构坍塌，就把你禁锢在时间之中了。 在此之前，你可以假定，其实之前这个意思不准确，之前还包含有时间的意思，但是人类语言就没有办法来描绘了。就是说，在这个凿破混沌的原罪没有的情况下，人和世界应该是不分的，人和时空结构应该是一体。以后的话，它和时空结构就分离开了。那就是说，对于它来说，时空结构坍塌了，它就被锁闭了。问：是不是说上古还是有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存在？ 刘仲敬，这差不多是一种相当于是共同记忆的东西吧，可以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吧。但是黄金时代就不能解释为时间上的那个时代了，因为黄金时代应该是在时间开始前，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，没有什么创世以前，因为时间是在创世那一刻开始的。其实这就是跟现在大爆炸物理学说差不多，时间和空间都是创世的产物，没有说是创世之前还有无限长的时间，那是不合逻辑的。 创世以后，时空结构才会随着创世而出现。创世以前，那就是超出人类想象的，因为人类想象也是依靠时间来展开的。超出人类理解能力的东西，就只能用比喻来描述，而比喻就相当于是投影一样的东西。投影就像是我的影子和我一样，有点相似，但是大部分信息都消失了。可是，如果你是一个二维生物的话，你看树只能看树影子。 看我也只能看我的影子，你只能通过影子来认识世界，这就是柏拉图那个洞穴囚犯的预言说的道理。柏拉图说人，人就像是戴着锁链的囚犯，坐在一个山洞当中，光从你的背后照进来，影子投在山洞顶上，他只能看到影子活动，但是出不了这个山洞。这也就是基督教传统上讲的那个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差别。 此岸世界就是现实这个世界，但是彼岸世界的美好是没法想象的，就像是树和树影子，你没有办法用平面上的语言来描绘树的三维立体性。你无论怎样精确测量它的长度、宽度，测得再准确，你也不可能把三维立体性描绘清楚，因为你已经被你自己所在的那个时间监狱所束缚住了。问：不能说的东西就不能说，只能沉默，但不能够言说。刘仲敬。 语言和理性是有同构性的，就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，能理性的生物其实就是能语言的生物。人其实，在思想上也是残疾的，像是残疾人离开拐杖就不能走路，他离开语言就不能思考。所谓恶或者是原罪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残缺性。照基督教的讲法，就是说什么叫做地狱呢？地狱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。 并不是说有一个跟上帝平起平坐的魔鬼，双方像是举行冷战一样实行交战，不是这样。上帝的恩典所不到的地方就是地狱，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黑暗。黑暗不是光的对立面，而是光没有照到的地方。同样，人的罪恶不是说他犯了什么具体的罪，而是说他是残缺不全的，他离圆满状态有着用自身的努力无法弥合的距离。所以，人当然是饿了。 因为人就是有残缺性。问，我觉得孔子想留下经典，但是他把最有德性的这部分删除了。他说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但其实这是最有德性的，把这个给砍掉了。刘仲敬，他起的作用就相当于是启蒙主义者的那些知识分子起的作用，实际上是把它狭窄化了。斯宾格勒在《西方的没落》中间说过这个话。问。 在孔子之前的宗教传统为什么被打断了？刘仲敬，这是知识分子的自然倾向，就是说解释不清楚的东西我就忽略掉。所以说敬神如神在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按照我喜欢的那个比喻说，在路灯下找钥匙，因为路灯以外的地方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就说不明白。而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？就是用来解释的。你说了半天解释不清楚，我们要你干嘛？ 那我就只说我能解释那部分，实际上不能解释的部分占大多数，那就假装不存在，就打发过去了。问：印度的神话多，是不是律法比较少？刘仲敬也有律法，有默读法典，但是这个律法跟犹太、基督教传统所谓的律法感觉很不一样，好像是包含了他们心目中认为的自然规律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问：对他们来说，吠陀经代表什么东西？ 拿基督教神学比喻的话，刘仲敬那个也有点像是旧约。问：古占星术是否只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实现预言？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数，就像花瓣上的图案一样，人类不可能同时看到所有的实像。还是古人具备今日已经失传的预言学与占星术技巧？刘仲敬：人类普遍有一种想法，认为时空结构或者宇宙本身是一个整体。 只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，才不得不把它割成一个一个的小碎块，而且只能不完整的理解部分的碎块。像爱因斯坦就是这么想的，他认为时间只是幻觉，只是由于我们认知方面的缺陷，所以我们被囚禁在时间中，作为时间的囚徒。我们不能在时间中随便移动，就像囚犯不能够越过监狱随便移动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能够随便移动，解除这个囚禁的话。 我们就能够同时认知宇宙的本体。很多古代的神秘学家都有类似的想法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世界就等于是一个巨大的多维的剧本，其中每一部分其实都是有内容的，只是你自己被囚禁了，所以看不到所有的内容。前因和后果是一个连续体，就像鸡蛋和小鸡一样；信息和信息的展开也是连续体，就像写在纸上的乐谱和正在演奏的乐队一样。 古人肯定有许多占星术这样的技术，这些技术大部分已经失传。从当时他们使用的情况来看，当时的人是像现代人对待科学一样，非常严肃地对待它。这些东西一直到比较晚近，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时候，你从《周易》那些计算方法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本身是高度数学化的。计算者对于他们的计算方式都是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那样的严肃。它可靠不可靠不好说。 但是使用它的人肯定是把它非常认真的加以对待的。这些东西当然是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。问：您的文章里不乏让人印象深刻的动人修辞，例如“神意秩序”“上帝隐秘的公正法则”之类的话，某些人把它们称为是神棍式的说法。您能不能解释一下“神意秩序”是什么？刘仲敬：发明的东西才能说明，发现的东西是没法说明的。 因为你必须对某些不可能认知因素有一个深刻的估计，才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存在着自发的秩序。神意是什么？是人不但没有办法控制，甚至没有办法认知的东西。认知能力山穷水尽之处，神意秩序就会显现。如果你体验不到，就说明你不习惯将格物致知原则推向自身无法支撑的极致。认知边界之外存在高度异类和陌生的东西。 那种感觉就像狗看人一样。如果人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那么狗是一定能够理解的。虽然驼不理解你做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有养过狗的人都知道，狗是通晓一点人性的。驼对主人是有一定看法的，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也是这样。有一些东西你能够预见到它的后果，但是不能解释它的原因。你能够看出其中一定有某种规律存在。如果没有规律， 这些事情就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而且你会预感到规律的某些后果会影响到你，但你仍然不会知道规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。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。之前我去非洲的时候，在那里见到了一个企业家，他在看到非洲大草原以后就觉得上帝一定是存在的，要不然世界就不可能这样奇妙。这显然不是哪个传教士在旁边一抓住机会就去煽动他、诱导他这么说。 他的其他所有同伴谁也没有这样的感悟，但他突然感觉到这样复杂精美的地质结构，其实任何人都设计不出来，于是有了这种体会和感受。但你一定要问规律是什么？上帝怎么设计的？他肯定说不出来。所谓神意就是这样的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东西。有些东西会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，以至于很容易就会设想它不可能没有规律。很明显，它不可能是无章无序的。 如果是杂乱无章的东西，那么它应该是随机的。比如说，狮子就不是随机的东西，猴子也不是，所有生物都不是随机的东西。如果万物都是随机生成的话，那么肯定会存在很多形态千奇百怪的生物。比如说，有很多生物应该有几个脑袋，而不是一个脑袋，还可能会长三个或者四个翅膀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会存在，各种方式都会随机分布。 但生物和自然形态的分布不是随机的，它有一些固定的模式，而这些模式好像有固定的合理性。这些合理性你大体上能够看出来，这一点就足以使你怀疑神意或者规律的存在。但是怀疑既没有用，让你证实也不可能，因为这仅仅是观察。你在观察当中能够证实的地方只是极少一部分，现象背后的东西，第一你不可能证实，第二。 即使你能够预见到它的后果，也没法清楚解释。问：您之前有这样的说法，比如先人在文明的早期阶段积蓄德性，而后人挥霍德性，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种神意秩序？就好比佛教说的，某个人在最开始造了孽之后，一定会有报应。这点您能不能展开说一下？刘仲敬：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展开的，因为有些东西超出了人类观察能力的界限。 但是人类行为能够感知到它，比如紫外线，虽然你看不到，但它射在你皮肤上会产生一定的后果。人类有很多行为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些行为也可以说是造孽或者积德。这些东西其实都跟肉眼看不到的紫外线一样，它的行为后果越过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他在自我所身处的理性之洞穴中，无知又武断的假定超出理解范围的关系不存在。 不知道这个后果还是会兑现，他以为这件事情不会有后果，真到后果产生了之后，他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情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后果。无神论者最容易这样，你可以把它比喻为某种鸟类，有些鸟是不会数数的，所以如果要观察这种鸟类，就要用如下办法：两个人走进树林，然后一个人出来，这样鸟就安静下来了，因为如果有人看着鸵，鸵就会惊慌不安。 你就观察不了的，必须得人走了，驼才会安静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都走了，那就没有办法观察驼了。怎么办？你就利用驼不懂得数数这个弱点，两个人进去，然后一个人出来。鸟不识数，驼觉得人已经全部走光了，其实还有一个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看着驼呢。人类的观察能力和鸟类的观察能力都是有局限的，有很多东西都看不到。鸟不识数。 人类也有很多东西无法认识，但无论对于人还是鸟来说，看不到的东西仍然有其后果。问，所以我们要足够谦卑，明白自己的局限性。刘仲敬，如果从后果来看，对于理论家来说，可能会让他们产生非常可怕的感觉。虽然他们计算了这么多，最后总结的理论却还不如某个信奉因果报应的没牙老太婆看得准确。这种现象我之前已经多次见到。 虽然梅雅老太婆其实还是不对，因为她那些因果报应的理论模式仍然是有缺陷的。但他们的认知里有一点非常正确的地方，那就是所有行为都有一定的后果，只不过他们对后果的解释不见得正确而已。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很有可能会认为，只有他能够分析的部分才有后果，大部分行为因为无法分析和确定后果，所以对于他来说几乎可以等同于完全不存在。 这种做法其实比梅亚老太婆还要危险。问：那你是怎么样推崇的？像我，我就觉得其实我不是个好信徒，我甚至都我受过洗呢。我刚信就受洗了，那是好多年前了，九十七年的时候就受过洗。但是我信仰是一直下行，我现在去教堂都只是在教堂外面晃一圈，把我去教堂路上的这段时间当成我去了教会，到了教会我就走了。 我就缺乏这种小团契的实践，虽然我每天自己会读点圣经，但是我还是认同，我会判断，我会把圣经当成圣典，我会对自己没有自己，我不相信上帝会拯救我，但我相信上帝的至高无上。所以我现在问您，您在判断两栖正典的正统性时，您又不是完全演化论的，您是如何做出这种判断的呢？刘仲敬，这种判断的理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说。 假如有一部密码本丢失了，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你都能够找到密码本的一部分，凑起来的话，可以形成一种图景，彼此之间有共同相通的地方。那你可以假定这个密码本原先是存在的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密码本。各个地方残留的密码碎片，可以显示出密码本本身是存在的，但是你对密码本的解读，确实可能是错误的。 在大家对密码本发生争议的时候，有可能一部分是正确的，其他人是错误的，也有可能大家其实都是错误的。这两种可能性很难从技术上加以区别。这种逻辑其实你把它翻译成一种形式，就是普通法那种论证方式。为什么习惯法能够体现神意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各民族遗留下的习惯是上帝的密码本留下来的不同的部分，但是都是残缺的。 彼此之间都是各有各的残缺，但是仍然有共同之处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各个时代、各个不同民族的习惯法，相当于是各个残缺的密码本。但是对比以后，仍然可以发现某些具有共通的地方。对这些共通的地方，最适当的解释就是它是上帝写进的自然法。各民族都隐隐约约的保留了一部分的记忆，但是都没有保存完整。从中间你可以推断出，神意秩序本身就是存在的。 但是你对神意秩序的解读是很可能是错误的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转发。